女士们呢，就把这个水果削一削，当然削得最快，削得最美，削得最好啊，就成为赢家啊。OK， 但是呢，岳父岳母，你们只能做，动口不动手啊。大管家，这也不是削皮的刀啊。你现在是挑战管家吗？好大的胆子啊你！真是太傻，父女俩。您的决策是英明的，我觉得你。你看看人家走的多好，哪像一个这个拳王的性格啊！好，准备哦。好，来，预备。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来。这个容易，每个人挑的开始的不一样。哎，沈腾还不错吧？你看，哎，沈腾说这个苹果皮削得很正宗哦。切就好了。啊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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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你们不能剥，你们不能剥。对对对对，哎，不错，厉害，不错。哇，这么厉害。哎，哇，这个是把最难的东西。铁砂掌啊，你那是。哇。呀！还在削苹果，你的苹果也削太久了吧？早晚的事儿，这都是。冰冻是用冻是哇！你看，哇，完全用手来剥啊，太厉害！你是在野生的树林里面长大的吗？我现在就想象这个就是管家了。那个，管家要我这样子，管家要我这样子，管家。管家，你这个管家，宝贝啊，你行不行啊？你怎么也叫人家宝贝儿？沈腾就是我们大家的宝贝儿，是就是，力气不够大了吧？好，哎，对，周思明还挺快的啊。摆盘呢你，如果不嫌弃他的手脏的话，这个还算不错。今天一定不嫌脏了。反正那个沙滩跑那么久，一天一夜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脏一点有什么关系啊？睡沙滩也无所谓。对，他们都睡过了沙滩。反正姑姑又不在。真的。姑姑是关键。姑姑是关键。沈腾，我觉得你的那个进度有点慢啊。进度啊？他们其实都已经至少削了三四个水果了。如果不能洗的话，一定要把肉弄出来。但是还是用你的手才剥是吧？没有，我手真的非常干净。我刚刚看见你在电梯里面挖壁虎。我目前以目测的结果看来，周世明那一组进度相当厉害。没有，我们是要讲究速度。叔叔阿姨是吃这个还是吃那个？还要管人家？你先管，把自己的管好吧。快呀，沈腾，你真的。一大颗梨子就剩这么一点点了。哎呀，要漂亮嘛！还从地上捡回来啊！我现在做专业的酒店的果盘。哇，真的，我觉得输了，我觉得。沈腾真的是，他真的很会削、常常削这个是吧？你常常削给你老婆吃吗？对呀、对呀。就算不对也要说对呀、对呀。完了，我的笑完全被祖蓝给传染了。就那种是吧？毫无内容的笑，毫无内容。每一块火龙果已经被你的手抓到，已经不能吃了，都烂掉了，水果都烂了。不新鲜，把那个。哎，你在这块谁呀、啊？咱们家宝贝儿这儿还有这么多泥，你看你。加油加油！没事，叔叔，你跟那个谁，你们多聊聊天行。哎，他是卧底无间道，你知道吧？先去干扰人家。哎呀，这手好，手腕子都酸了。你的苹果都这干不这个，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了。太立体了，苹果应该是平的。好，快要进入尾声了，手腕子酸了，手腕子都酸了。这样，我们你现在拿你番茄的尖子刮出来也没有。我帮你削成一块块的，好吧？厉害，他这个刀法就是怕那个苹果会掉出来啊，所以先这样子，慢慢剥开啊，不错不错，很细心啊。另外两位女婿，周世明都在做装饰了啊，你们进度要快一点了。
我一开始已经做装饰了。但你的进度落后非常多。其实可不可以？怎么样？打果汁就算了。犯规，比较比较想住那个比较差的房间是吧？吃苦吃惯了，你要跟岳父岳母 过不去是吧？我就不相信待会auntie会吃这个，我觉得auntie会叫 uncle 吃。哦，他不能吃，绝对不能吃。为什么？昨晚开始就上吐下泻。昨天祖蓝就给您都做水果沙拉了。挺早了吃下去就不行。不然怎么可能上吐下泻？我们在这边聊天的时候，高世明那儿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。好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要进入尾声了。世明宝贝儿，你好棒啊！好，世明宝贝儿已经结束了。好，我看沈腾也差不多了。还推到人家那边去，哎，做的没他那么好，只有把他毁了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同归于尽。好了，可以了，你反正速度是最后了。你这个实用性来的高。出盘了，姐出盘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。哇塞，女婿你还好吗？我只想知道我妈吃了以后好吗？这个是全都剥好了，都全部剥好，速度最快的。对对对，好，看看这里啊，这个呢也是全该开了，该剥皮了也剥皮了啊。好，看看我们祖蓝兄的，那个大管家请先看这边。对，这个浪费，这先看这边，不要光看盘里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是酒店的水准。对，我看这个真的是没话好说啊。看完这个更没话说了。好，先岳父岳母，岳父岳母先品尝一下，然后你们的评价才是对我们很重要。来，我觉得还很不错哎。好吃。好吃好吃。一点点。这个吃了不会拉的。不会拉的，我希望拉。你希望拉？对，共同拉。我不用吃药了。可以啊，好吃。坏了，你们都毫不犹豫就吃了，都是真爱啊！我还是把这个吃了。好，这样三个比起来呢，然后周世明呢，我觉得你跟沈腾呢，两个真的是一模一样。沈腾呢，削这个苹果跟这个梨子，削的没话说，厉害。跟那个卖水果的人笑得一模一样。如果倒是好一点的话呢，我发现你可能弄得完美，完全不断的一刀过。那世明呢，我感觉你削完以后呢，这个把一刀一刀的比岳母娘比较容易剥，这个很细心。几乎削你们两个呢应该是打平的，但是速度上呢世明是比较快，所以你应该是冠军。哇，啊，称赞称赞称赞，谢谢大管家先生。啊，亚军呢就应该是沈腾了。对对对，我必须要很公正的讲，就为了告诉大家不要浪费。虽然这摆设很好，但是手没洗啊，所以岳父连吃这个都不敢吃，只能挑这个来吃。没所谓。自然堂女婿上门了，本周日20:30，精彩呈现。